剑是武术的四大名器之一，誉称为百兵之君。第三套国际竞赛套路剑术，全套动作64式，其中包括刺、点、崩、劈、撩、挂、云、穿、抹、带、万花等主要剑法，以及轻快流畅的行步、潇洒的跳远难度动作和弓步、马步、徒步、虚步、后插步、跳换步等基本步型，全套动作编排精巧，难度适中，起承转合，剑法密集，技法丰富。演练时强调以身运剑，身法、步法、剑法融为一体，充分展现剑术运动轻快敏捷、潇洒飘逸、气韵生动的特点。其剑法冷静、灵活，攻防转换轻灵多变，柔中带刚，刚中运柔，充分体现剑如飞凤的风格特点。武术界的各位教练员和运动员，大家好。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剑术项目，今天将由我为大家做介绍。我们将从技术特点、动作规范、攻防技法以及演练风格等方面全面重点地为大家介绍课程，希望各位教练员和运动员我们共同进步。那在本节动作中，我们要着重注意两个动作。第一是上步侧踢腿，来，好，这个动作注意。首先，第一，云剑的时候一定在空中要成立平原，一定要成平原。第二，当侧踢腿之前，要气要提，腰要含，啊，含腰提气，把整个身形拧起来。好，第二踢腿，踢腿的过程，上步的过程当中，啊，先摆腿，利用惯性，顺势而为，这个腿才能踢得更快。利用惯性起来以后，顺势发力。第二个动作，虚步扣剑。好，啊，这个动作首先要注意，手臂要屈一点，不要伸得太直，啊，第二也是要含腰。好，因为武术知道，武术的美讲究圆。讲究拧，讲究曲，讲究整，所以在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注意，好，手臂要曲，啊，这要成圆，啊，含腰，啊，拧起来，这样手眼身发步、精神气质功在同时完成，这样动作就会做得更好。
动作要点：身体直立，支撑腿与上踢腿要伸直，左脚踢至头侧，力打脚尖，虚步扣键。动作要点：扣键分手与虚步要同时完成，右脚脚跟不要离地，屈蹲腿要打水平。弓步刺剑动作一定要注意，首先一定要塌腰含腰，然后剑与手臂成一条直线，然后身体略微前倾，旋转前倾一点啊，这样整个动作的这个张力就出来了。好，还有注意弓步的话有扣分点，首先要注意大腿要与地面成水平，前腿的膝关节与脚背垂直，后腿的脚掌整个脚掌都不要离地啊，任何部位不要离地。第二要脚尖，后腿的脚尖要内扣，这是它的扣分点，大家要注意。弓步刺剑的时候，握剑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要用你的食指触及你的剑刃的任何部位，这也是扣分点，所以希望大家这一点要注意。 OK， 第一段第二小节有几个动作我们需要重点注意一下，首先是反撩剑，来做一下反撩剑这个动作。首先两手要成一条直线，第二要注意塌腰压肩，好，旋臂撩剑的时候要力达剑尖，把撩剑的动作做出来。在本小节当中反撩剑它的攻防技法啊，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啊。当对方向你攻击的时候，你可以顺势拨开对方的攻击反撩剑。弓步刺剑动作要点：弓步屈蹲腿打水平，后脚脚尖内扣，刺剑时臂与剑成直线，力打剑尖。第三小节呢，有几个动作需要大家注意一下，一个是提膝上刺剑，一个是挂剑。好，我们先首先看一看提膝上刺剑。好，做这个动作首先要注意两手要成一条直线啊，后面的手要旋臂压肩，然后身形呢要含一下腰，含腰以后整个武术这个劲力精神的状态就出来了。好，提膝记住要高于水平啊，脚尖要内扣。好，做一下。好，塌腰放松。好 ，OK。这个提膝的动作呢，还有一个防守的意识啊。当对方攻击你的裆部的时候，你看提膝可以起到个护裆的作用。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提膝提起来，啊，然后把腰含起来，整个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挂剑一定要注意啊，以腰带臂啊，以身带臂，然后以臂带剑。对，这样整个动作才会流畅啊！而且在挂剑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贴身做力源，不要离身体太远。第二个要注意的点，手腕不要直腕，一定要把手腕扣起来啊，贴身做这个动作。哎，很好。好，做一遍。哎，好得多，好得多。好，起来。而且挂剑这个动作也有它的攻防含义在里面。好，当对手向我下盘攻击，对，我可以顺势做挂剑啊，做挂剑拨开对方的攻击，然后伺机进攻。好，试一下。对，挂剑进攻。所以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带着这样的感觉，有这样的意识，可能动作做起来会更好一点。背花这个动作大家要注意慢一点，哎，很好。好，在做背花的过程当中一定注意，一定要
剑不要远离身体啊，要紧贴着自己的身体两侧做立圆啊，这是背花的注意。还有就是如果想剑花练得快，一定要是以腰胯带动动作去完成啊，这样的话整个动作会更加流畅。提膝上字剑，动作要点：提膝腿大腿高于水平，脚摇内扣，右斜上方字剑，臂与剑成一直线，力达剑尖挂剑。动作要点：挂剑时以身带臂，以臂带剑，身卸合一。体前挂剑要贴身力圆，扣腕，力达剑刃前段。第四节的动作有几个动作需要注意一下啊，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动作是跳提膝平展剑。好，坐，把展剑做出来。跳提膝平展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，虽然是跳跃的动作，空中的身形姿态非常重要啊。第一，要把展剑的技法做出来啊，力达剑刃。第二，身形还是要含腰提膝，把膝关节提起来，空中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姿态。好，做一个翻身扫剑。好 ，OK， 这个动作非常考验功力了。做翻身扫剑的时候，一定好坐一坐一下，做翻身扫剑。做翻身扫剑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身剑手臂与右腿成一条直线，身体一定要完整的把它放开啊，当达到最大的这个幅度的时候开始翻腰，翻腰，对，是这样做的。好，起来。所以做这个动作一定要把动作做充分啊，动作才优美。好，而且翻身扫剑它也有它的攻防含义在里面。比如身后有敌人，所以我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，身后发现敌人了，我做一个扫剑，然后再去翻身，你的幅度越大，你的力点 越准，你的攻击性才越强，所以这个动作大家要理解。旋风向跌叉，跌叉落地以后，大家要注意啊，两手要成一条直线，啊，也是一样的，含腰，这样的话就把这种伺机而动、这种进攻的感觉意识给做出来了。两手拉长啊，身体哈腰向前，这样整个动作就非常优美了。跌叉的扣分点大家要注意：第一，后腿不要弯曲，后腿弯曲超过45度会扣分的。还有一个，前腿的脚尖不要触地，脚尖触地也是要扣分的，这是要注意的。好，起来。那做旋风脚360度的时候呢，也是有扣分点的，需要大家注意。第一是要吉祥腿的脚尖要超过你的肩部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要吉祥，如果未吉祥的话也是你的扣分点。对，这都是要需要注意的扣分点。跳提膝平展剑，动作要点：左脚蹬地，腾空轻灵，空中上体直立右转，右臂由屈到伸向后平摆展剑，力达剑刃前段。
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剑术项目第一段内容讲解完毕，希望大家有所收获，我们下次再见。